今年结婚了。啊，对，今年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，谢谢恭喜。那有跟奶哥一起吃过饭吗？有很多次啊，当然当然要啦，当然要啦，对呀、啊。会有不一样感觉吗？跟奶哥吃饭，他会叫你快快快快快吃吃吃吃吃吃，快对，快点赶时间，赶时间，接小孩，对对对，不要做脾气不好。他等一下学得好像，对对对，他等一下不会，但是他吃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还在慢慢的喝茶，他就说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就那我们还慢慢的喝茶。对啊，奶哥稍微急性子一点点，节奏很快，热情，要习惯一下他的那个。那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啊，其实跟我爸爸都差不多，他现在这个年纪还这么有活力，很棒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对不对？手刀这样子，对呀、啊。今年结婚了，啊，对，今年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恭喜恭喜，谢谢恭喜。那有跟奶哥一起吃过饭吗？有很多次啊，当然要啦，当然要啦，对呀、啊。会有不一样感觉吗？跟奶哥吃饭，他会叫你快快快快快吃吃吃吃吃吃，快对，快点赶时间，赶时间，接小孩，对对对，不要做脾气不好。他等一下学得好像，对对对，他等一下不会，但是他吃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还在慢慢的喝茶，他就说好了，走了走了，就那我们还慢慢的喝茶。对啊，奶哥稍微急性子一点点，节奏很快，热情，要习惯一下他的那个。那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啊，其实跟我爸爸都差不多。他现在这个年纪还这么有活力，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对不对？手刀这样子，对呀。好，让俄罗斯朋友秒炸的是，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喝伏特加？这个看起来他用微笑来掩饰他的愤怒。没有，他说哇，我喝完来的，对，喝完来录影。啊，这个问题我应该有回答过超过100次吧？哦，就是有些人他们问的有够离谱，就是会说，那你们是不是？伏特加当成开水喝，我想说怎么可能？然后有一次我的朋友问我，你们是不是就是很爱喝伏特加？我说对啊，其实我们出生小孩子他不喝母奶，他就是自己开始喝伏特加奶酒，他真的相信了，真的。然后我想说放心，我开玩笑的。对，很多人以为是天气冷你要喝烈酒，但是是很危险，你喝烈酒反而很就是很容易猝死。哦，对，心脏太大的负荷。对，不能喝烈酒，然后出去外面。哦，对，这个是错误的。哎呦，谢谢告诉我们。对，越冷不要喝太烈。要喝热的茶。哦，是哦，哇，今天长知识了。对，那你喝吗？我不喝。